就没人死。你想是，我先看你想不想好了。你不想，我就什么等着。我不抢啊。真的不动啊，借你钱。我不抢。干，你好像不能不动哎、欸。我怎么动？我再看一下。干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可能得把你把那个四四给卖了吧。干，这四四不能卖啊，我这边死磕啊。不能怎么办？妈，加尼斯卖了啦！妈，你算卖了吗？赶快，赶快，拜托啦！啊，他不动了，会赢，这个会赢的啦。我可能这样还赢不了吧？加赛了，我要是会赢，我早就一开始都打架就会赢了。怎么，加尼斯卖了，你赢不了啊？妈，加尼斯卖了，我赢得了啦！我妈，加尼斯还没动呢、欸，大哥。真的啦，哦。你不要再杀我了啦！我妈的现在是卖一边，我要把我自己人卖了。不会的，你要是马尔加尼斯干嘛？你自己告诉我，我现在去看你的阵，你到底要马尔加尼斯干嘛？我干，你要说你就都不要卖，你现在都不要把它卖掉。我暂时卖不了啊。不是你天胡借我一点血啦？我借你啦，我完全没动啊。你借我什么？完全没动啦。这不是我不借你，我已经没动了，而且我还把那个操控都往后挪。哼，没关系的，我活该。对。干他妈！你都五费了，你去抓这干嘛啦？啊，不是，这有可能变大恐龙啊！不要做梦了啦，你不如赶快去刷一个那个鱼。开玩笑，都刷不到的啦。你先这样打我，你那个人刷不到，然后你这个会变大恐龙，没那么好刷哦。干，你不要杀完我就乱打啦！不是他们现在这个有点太强了，你刷这个打我呢，我凑一块哦。你看，不是我不卖马尔加尼斯，但是真的我真的觉得我这个真的太弱，我卖不了。好好，那你再想办法搞个鱼吧。哦哦，哎哎哇，刚刚上面有那个六三，上面有六三。我就跟你说，我跟鬼一样。哎，你要拼一下，两只马尔加尼斯卖掉。我在没有在想，我马尔加尼斯可能要回血。呵呵，大头啊！先刷吧，看。赶快哦，赶快去刷个钢牙兽，钢牙兽。啊，刚好，你也快失智了。没有，刚怎么了？刚刚不是孤狼吗？我不要啊！干你那么几百啊！你他妈的不，那你要升等，你有不升等拿六费的？你拿五费，你要拿谁？那个啊，时光机器人啊！你说还要再 Q 个笨手？对。那这样摆怎么好像有点危险的。嗯，对。然后我们还有下一把吗？是。看你啊。哼。你是不是也有点累了啊？干，刚刚反正失误就对了，我已经尽量在装没事了。那我们打多久了？我看一下。干，为什么这个游戏干当练功游戏在玩？为什么一打都是十五小、十七小？干打到十四很正常。我一直在扣分，干，为什么好像两点过后，干我现在就没一把九五多？差不多，我觉得十二小差不多，干很容易就突然恍神，然后在那发呆。感觉好像在想，实际上在发呆，你知道吗？干，好像以为干，两次看你在想，实际上你根本没在想，根本没在想，干人直接放空哎、欸，超好笑。刚刚孤然是不是要合起来呀、啊？啊，刚刚我孤然是不是要合起来？感觉攻击不太够。干，那孤然本来要合起来，而且你这样打一打，你来点第二，哇、哦，困。你那个完全在打睡梦罗汉的，刚刚看发生什么事哎、欸，完全他妈瞎鸡巴，还要麻子，看你啊，干白痴，为什么你的分数跟我那么接近呢、啊？干我一分低啊，因为你累了，这一把，这一把，真的最后一把了，这把如果我没有前四，我们就休息，明天见，好。
嗯。你要跟我那个对战啊？他是要用什么牌？啊，你 ban 了？我 ban 了，我 ban 了 ，go go go！ 干，好危险哦，好危险！还是我们想一下是吧？该死！我不知道。啊啊啊！冲冲冲冲！好了，最后一把，最后一把，不管真的最后一把了。干，这样打下去好像有点太硬了，干根本没办法拔了。一张有一手失智，你后面就整个都毁了。感觉这个一扣分，感真的很堵然的。一扣扣一百多分呢。看这个，看你认真两把，失智一把，干还是亏的，不知道是啥小。